越过绵绵的高山，越过无尽的沧海，如果期待依然在，就是春暖到花开。让我静静留下来，让爱卷走了尘埃，想飘在书香之外，走向美丽的天籁。Hello, good morning, 欢迎收看 Rhino Avengers。这里是安邦。等一下我们要去爬这座Bukit Batu Kubang, 还有 Bukit Chenrang。So, 我们的车是大概这里了。哦，你们可以打这个 location, 你们会来到这个地方咯。So, 现在我们要准备一下，然后就要开始进山了。现在是早上7:49，对，现在我们开始进山了。这边进去。对，8:23，这边有一个junction，所以我们是走左手边这里上，这走是去一个 waterfall， 对，我们走左手边上。
10:14。OK， 终于到了 Bukit Batu Kubang 山顶。Bukit Batu Kubang 115米。有嘢你唔使惊，佢好犀利嘅。11:09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过去木屋村庄。11:33，我们从Bukit Kubang那边下了完了，现在这里就直上，上了完就是全段的山顶了，来上山了。最后100米，差不多要到山顶了。现在是12:12，终于到了Bukit Chuen Wan山顶。对，哇，好了，Bukit Chuen Wan山顶，哇，影嘢啫都咁辛苦，系咪？现在是12:54。OK， 现在下山。
3:43，我们到了 waterfall 的江镇，所以我们要这里下去 waterfall。OK， 我们下到来 waterfall 了。很高的 waterfall。现在是5:15，终于出到来我们早上停车的地方了，完成了今天的 hiking， Bukit Batu Kubang 还有 Bukit Chemang， 路程大概是17 km 左右。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，记得 subscribe Rhino Adventures， Thank you。Bye.